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聚宝 online， 红兔大展迎宾式，万事如意好运来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上面一百张哦，一百哎、欸，多 money。美规的吗？对啊，那是美规的、啊，跟 K 八是差不多双生的。等下带你们看一下好了啦，这个很厉害的，之前都在高雄使用，放在车库放到现在。来啊，哎、欸，贵台车是水水水的，可是这种车哈、哦，一天都会漏油的。哇塞！对啊，单漏了，还新鲜的嘞，可是很厉害哦。你看它油壁盖连一滴都没有，都干的。好啦，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啦。这个是网友，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个车价格不高了，如果你单独要卖，可能就连五万都不到。他说没关系，只要你开口，多少都不是问题。那就2000块呀、啊，没有啦。虽然它很老，可是引擎盖你看贴纸左右的颜色都一样，表示说没有什么碰撞。哎、欸，你看你果然是硬靠车啊，你看、欸、嘴皮、欸，哇塞，左右都有啊。你看，所以很较久啊，厉害了吧？啊，它有可以调整的吗？不管什么车都一样啊，这边有一颗，一颗在这边调。我不晓得这个是上下，或者是这一个。你看这个，我说是吧？齿轮这一个，一个一定是上下，一个是左右。好，灯的高低，还有一个是左右这样。有些会有电动的嘛，因为它转哇，刻度一二三四就哦哦这样有没有？底下都保持得很好嘞，现在跑不多嘞，十万。确定是英里还是公里哦？确定是什么？公里、啊。公里。哎、欸，好气囊哎，双气囊，后视镜加热。左右电动调整，你看里面你不讲，人家以为是跟 K 8一模一样。啊，这能不要不要？喇叭，对啊，因为它气囊啊。哇，砰！而且哔哔响，看起来这个门也没怎样，哎，12万呢、啊。可是年份来讲，它已经撑了1997到现在几年了？22年，再加25年，还行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哈，说起差了，我准了几，你好烫的别骗你啊，我用给你看。可以开哦，可以到这边这么高嘛？好，来锁起来，有等下咔一声，对吧？也就打不开了。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，已经门啊弄就碎了嘞。我看的皮这些都还在啊，不要，有你这嘛，直接就旧的啦，就旧的啊，弄就好了。好，那车灯看起来是，哎、欸，没有破，哦、车灯都没有破，看了就碎了，都不会很亮，换过一定变成很新嘛，漂亮。哎、欸，没有被追尾过，板件都很漂亮。好啊，这个就是原厂贴的，这也、個、是自正电脑。板件才不会这样太空，这样震动。已经用贴原厂贴的啊，这个就是保险杆的内贴。刚才我也就有钥匙从后车厢开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开不了，它没有动，对吧？它这个是 RS 吗？对啊 ，Door Money RS。对了，刚刚没讲到这个，它左右都有，哎、欸，老鹰呐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以前都会被拖把、欸，哎，为什么要拔这个？近靠的看屋啊，啊，你看它的椅子也是一样，你看以前都爱用锁的，你看这边可以锁，它是这样哦、喔，椅子不能动嘛，插下去。一转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卡住，看到锁，哎，亏没亏？以前为什么那么喜欢那种锁的哈、啊？很漂亮哎，非常圆的一台车啊，轮胎比较久了，我刚看一下，轮胎应该蛮久了吧？13年嘞，它真的没怎么再开了。我看一看说这个车真的拿去报废人家就不差哎，我去跟车主瞧一下，哎，等一下哈，好了，瞧好了。其实这个车真的，我们前阵子报废都大概就8000-1万左右了。嗯，对啊，我们就跟他调一下，当然是说尽量不要让他损失太多。最后我们跟他成交价是18000，说高不高啦，说低也还好，我觉得可以啦。可是这个回来应该要整理一些钱啦，轮胎要换了啊，但是漏油一定要处理。我不要把故障你看一下。好啊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很新鲜的，很新鲜的。这个也是，你可以吃一下啊。再甜的女孩都有咸的地方。一万八。这种冷气，我们去试一下冷气。不冷的嘞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冷气坏了再扣10000。车主说他之前还是冷的啊，可是有时候老气就有怎样嘛，换机油器啊。嗯。你看，
这本的话，我提去拍卖，应该还卖几百块、几千块应该有吧？应该可以。足水的嘞。好了，我先送一下客人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试开、哦。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啦。大概弄下进气管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转。你看哦，我这样一转，它锁住了，压不下去，压不下去。嗯。有些人说因为没发动，好，我发动给你看。发动它还是，你看入不下去。嗯。它就是要转开，这个是跟这个异曲同工之妙，有没有？差的、嗯、啊，有些这个太长了，嗯，它只能改这里。嗯。哦，你看这样哇，这样可以压的，刚、嗯、是不能压的。对。好。那等我一下哈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聚宝 online， 红兔大展迎宾室，万事如意好运来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我个人觉得通病啊 ，K 8来讲好了，我觉得他们的升降机都烂烂的，这个升降机，嗯，尤其是三门的更虚，动很慢，然后走，有没有？底盘是还蛮低的，哎、欸，这老小白的嘞，一跳跳就怎么样？嗯。真的没有，没有听到声音的，但是避震器可能真的有问题，很暖哦。但是它硬的会不会它一些内装它丢掉了，定义啊？定义，可以，我们就把音响改大一点一点。我要到底，有没有？哈哈哈这个自己挖的吧？没有没有，原厂的。原厂的，嗯。不过看它内装保持的还不错。就是水啊嘛，看一下完整度很高啊。那、啊、这个被我拉断了，啊，这是我人为的因素。哎、欸，而且泰山很背包。你那个代步车太耗油了，要不要换这个？我说我们直接开过去给人家检查好了。太有空吗？哎、欸，你讲你无用吗？你看，咦，刚好两个位置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顺便叫他看一下漏油啊，搞不好过年我就可以开这一台。今天那么干啊！漏油我可以加一点，可是没有冷气我受不了，所以我们冷气要先看。那个因为我们要洗完才知道，洗完我们干净之后就知道说很新鲜的油从那边漏出来了。哦，阿哥来了，阿叔比啦。麦记，我看阿叔比比红烧较好。对，来你啊看，这边啊，魏家。这老爷搞乱。对啦，压缩机下面整个都是，有没有？嗯、方程道也挂，方程机也在漏油。可是拢无声嘞。哎、欸，有间隙油流落都无声啊。哇，你好。开了嘞。有油啊，你看里面中心往新的地方、哦，那就是里面的油封破了。方向机的油封，好。哦，这规个拢油呢，要求哦。前驱轴跟凸轮轴应该有一项会漏啊，你看，对啊。这个，这里，有吗？有一滴油珠。啊，这个就要从上面先全部把它洗干净，先洗吧，洗完再看。啊，这个油看起来是机油啊，不太像变速箱油，有吗？啊，这只能先这样子看，方程道破了。传动轴的，这一面也破了。嗯，这个，嗯，破掉了。这个也破了。对啊。然后看它倒置下面有没有油。那这我应该拢换飞机的啊吧？没有，这拢飞机啊，这也无精力啊。这个还好哈。这个看起来换过了、啊。这次换过、嗯。剩下的就先洗一洗吧。不错了，不用包发电机，因为不懂，我就先洗一样就好了。哦。超油了嘞。你说发电机在哪边？这一颗、哦？对对对，嗯，啊，为什么压缩器要包呢？万一你喷到药水，它不是很多气泡线，万一掉了，就怕点着掉一样，泡水，那个就马上就毁了。看到有体的颜色了，好，
耶、yeah, ，洗好了，到时候就请泰山帮我们试一下车。这台车为什么要这么快呢？你看，会装这个连丝椅套有没有？这表示也是以前的爱车人士，所以他也真的舍不得，所以赶快把他救他。所以一点爱劳劳。泰山，你知道你为什么都没有钱吗？为什么？今天你没有一台多 money， 你买了一台多 money 之后，你就有 money 了。哦、oh. ，对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聚宝 online。红兔大展迎宾室，万事如意，好运来。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有了、啊，这边有一点的。对啊，那直接走便便了。下面，我下面你们衣啊，多玛你念门衣啊，多玛你对，跟你讲你钱爱济，才会当收币。好好好，阿哥你叫我睡吗？我就穷听我就讲的，好不好？你那个他口令真正老师给的五对老，你叫我睡吗？哈，我啊，我还在变哪在听还懂？哦。